上场的是来自广东队的刘婷婷。圈上分腿摆倒立，接分腿正掏 shop， 接黄玫瑰，力撑接 shop， 再接金格尔。零转三百六，零转三百六，双腿三百六。直击两周下，东道主选手广东队的刘婷婷。现在我们看到的今年他呈现的这套高低杠其实并不是最难的，或者说是其实在整个这次单项决赛里高低杠他这个难度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他胜在一个去拼一分，而且他这一套动作整体还是完成的比较顺利的。因为确实我们可以通过比赛啊，其实还可以看出老将和这个新秀确实他在这个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